世间所有嘅事都要我哋去做选择。正如一份感情注定要消失嘅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到嘅就系忘记佢，或者令佢忘记你。我系一个猎妖师，有一日师傅要我上山去捉一只鱼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师父要练的不是我的功夫，而是我的心。因为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杀人，而是另一个人迷失自己。我叫小善，你呢？边只啊？系咩嚟噶？咁好食嘅？糖果。我要食一食。我买唔起咁多俾你。以后边个俾我食，我就喜欢边个。人同妖不可以在一起，那你杀了我，杀啦！从今以后，你不会再有痛苦，因为你不会再记得我。用最后之神兵插去死穴。神兵咁封住佢，快！冇咗手唔紧要，我冇咗三个师兄弟，燕赤霞，你唔配做一个猎妖师。在一起，我决定用唯一的神兵封住佢所有关于我的记忆，等佢再记唔起我哋呢一段感情，令佢永远忘记我。但我想唔到，当个年轻人走上黑山嘅时候，小善同我嘅一切又要重新开始。
仔，你做咩啊？偷水！我冇啊，冇偷。拉咁快啦！呢个偷水，执埋嗰啲嘢，带佢走，等住你知死。村长啊，啲工具古灵精怪，都唔知我嚟搞乜嘢。带咁多古怪嘅工具出嚟，分明系打我哋水嘅主意。斩咗佢双手出嚟！吓！你哋呢条系咩黑山村啊？简直系黑心村！你哋太过无法无天啦！我真系估。村长，后面，村长分手啦，好啊！村长啊，分手啊！村长，我天牙，你嚟做乜嘢啊？唔系啊！你叫咩名啊？我叫林彩神。林彩神啊！我哋黑山村呢，就以烧呢啲泥罐而闻名于南方。而家因为污水，所以你见到嘅只系剩翻啲泥土咋。嗰啲窑已经荒废咗好耐，连呢啲畜生亦冇办法养得。以目前嚟讲，我哋最紧要就系揾到水源。系啊，我哋已经写咗好多封信俾悬崖大人，求佢哋嚟救我哋。你今次嚟到，即系我哋嘅救命恩人啊，林大人。啊，唔敢当，唔敢当，我只系悬崖嘅工匠。你哋叫我林彩神啊？你系衙门派嚟嘅，咁就系大人啊嘛。系啊，林大人。你哋村里面都挂住呢啲嘢，有咩用噶？符咒啊嘛，梗系辟邪用噶啦。我哋系求雨用嘅。求雨用嘅。嘿，大家过嚟啊！大家过嚟，过嚟，睇下林大人，林大人就系我哋救命一人。唔敢当，唔敢当。各位乡亲，我林彩神向大家承诺，等阵上山一定揾到水源，否则我永不下山。好，好，安静。大人，我哋全村嘅村民都要多谢你啊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事需要你哋帮忙。请随便吩咐。揾水源唔系我一个人嘅力量可以做到，我希望揾多啲年青力壮嘅村民，等就同我一齐上山。吓，上山？有咩问题？只要林大人肯上山，咩问题都冇。唔使送啦，翻去啦。林大人，等等，等等。我叫天涯，我同你一齐上山。好啊，人越多越好。啊，点解呢班人全部都带住脚链嘅？佢哋都系凡人，村长等佢哋将功赎罪。林大人，啊，我细个嗰阵，我爹同我哥。成日带我上山嘅，呢条路我成日行嘅，但系咧唔做啲记号啊，真系好容易啊，荡失路嘅。你等我一阵吓。啊，系啊，如果唔系有你带路，我肯定都会荡失路噶。你放心咧，有我哋唔会错嘅。我哋行啦，走，需小心啊，唔好跌落去啊！我只脚啊！咁落去啊，仲未揾到水源之前，我哋都残废啦。少少事呱呱叫，几时挨到上山啊？我睇都系将佢哋啲锁打开先，咁样佢哋会好行啲。唔得，佢哋只不过犯咗啲小事，唔应该受呢种惩罚。咩小事啊？佢都系杀人犯。杀人犯？如果我哋唔系死囚啊，边个同你呢个傻仔上山啊？吓！冇嘢嘅。小心啲嘢得嘅，其实咧你要小心嘅，唔系佢哋嘅，系山上边。山上嘅咩啊？
冇嘢，小心啲就得噶啦，小心啦。林大人，你睇下。再挖深啲啊！挖深啲啊！你睇，我哋沿路行嘅时候一路都系枯树枝，但系呢度周围都系新鲜嘅花草，应该唔会缺水。对，我谂我哋好快会揾到水源。咁好咧。啊，你帮我睇住佢哋。你放心。喂，唔好偷啊！请你吃糖果啊！大人，个天咁怪嘅，唔知道啊！落山啦，天都就嚟黑啦，仲留喺度做咩？你傻噶？落山咪仲远？有咩地方可以避下噶？前面有座寺庙，快啲执嘢，我哋走啦！快啲！忍得啊！呢个做乜嘢噶？我想量下呢度啲水有几深，话唔定呢度就系我哋要揾嘅水源啊！啊！他们呢？我去找他们，不可以让他们走了。
你怕咩啊？我好丑样咩？唔系，姑娘，你做咩啊？做你哋男人最中意做嘅事啦。嘿，姑娘，唔好咁啦，你唔可以咁噶。我家老老讲过，要对客人热情噶。你唔中意啊？唔系，我未试过咁噶。我听到啦，你未试过咁样，但唔代表你唔喜欢。嗯，你会中意嘅。啊，姑娘，唔好啊，唔好啊！你好坏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我。系咩嚟噶？乜嘢咩嚟噶？哦，护玉辟邪嘅。你攞嚟俾我睇下。哦，嗱，除落嚟啊。哦，俾你。食几刀都冇用，我一样打落嚟，咩都拗翻晒出嚟。是块烂肉嚟啫，使唔使连命都唔要咁跳落去啊？你咁伤心，情人送噶？系娘亲生前留俾我唯一嘅嘢。喂，你望住我。如果你唔望住我，即系怪我整烂你块肉咯。我冇咁谂喎。佢唔想杀人费啦，佢就俾妖怪杀晒啊！嘿，天啊！啊！杀人啊！走啊，姑娘，走啊，走！都几犀利嘅喎，使惊佢？
唔好行嗰边啊，行呢边啊。诶，点解又翻咗嚟嘅？我都同你讲过噶啦。我做咩啊？胡须佬仲喺附近。吓、啊？跟我嚟。啊！佢会翻嚟噶，坐低。黑山呢度真系千奇百怪，我哋就一直坐喺度，唔揾啲嘢做啊？做咩啊？一啲味道都冇噶，咩味道啊？佢都系个好人嚟嘅，算啦。嘿，姑娘，做咩啊？嗰个杀人狂可能仲喺附近，你千祈唔好撞到佢啊！我哋等多阵啦，呢度比较安全。你真系好怕死啊！你叫什麼名字啊？凌彩臣。我叫小善。啊。請你吃點東西。什麼來的？糖果，好好吃的。你喜歡吃的？嗯。俾曬你啊！下次唔知我仲有冇機會可以再請你食糖果呢？喺度走咗成晚，有啲攰啦。天光叫醒我。
皮，有我喺度，你想有嘢食，吔屎啦你！你等我翻出嚟，等你有命出嚟先再讲啊！老妖怪！你成日在后面吓人噶！你咁大胆，一个人翻嚟拦药子都唔惊，惊我吓你？你啱啱放落水嘅系咩嚟噶？系水雷。水雷？嗯。诶，唔好拉，一拉就会爆噶啦。咁厉害？嗯。如果我冇估计错误，水源会由缺口分流，到时候黑山村就有水用啦。林彩臣。嗯。你咩都唔好理，唔好出声。无论见到啲乜嘢，都当睇唔到，听到未？点解啊？哦哦，你想有命离开蓝日子，就照我说话做。你话我哋两个嘅感情点解会特别好啊？嗱，梗系啦，因为我哋都讨厌同一个人，小善啊嘛。啊，唔怪得老老成日赞小善啦。你睇人哋晨咁早就有嘢食啦，小善，你咁样叫我哋以后点算啊？你哋离迟咗啦，佢系我嘅。点解仲有气息嘅？咁同我争嘢食，冇大冇细。你笑咩笑？老老最不满意的就是你，成日都找不到啲好嘢俾佢食，佢叫我好好咁教训你，仲企喺度做咩啊？仲快啲走，帮佢老人家找啲好嘢翻嚟啊！凌七神，快啲走，佢哋会杀你噶！吓！呃我哋？想知你一生系死我唔想嚟，总之你唔可以留喺黑山。如果你要怪食我嚟，到时边得有气我嚟，我就麻烦啦。放开，放开我！
想死嘅，就冇乱喐。嗰个人呢？边个？佢叫凌彩臣。佢已经俾你食咗，你唔记得啦？咁你点解要救我？如果你再害人，我一定杀咗你。我知道你是一个猎妖师，冇咁轻易放过我。今次你救咗我，好多谢你，我唔会忘记嘅。咁你最好唔记得。我叫你唔好乱喐噶。我知道你唔会杀我。你信唔信我真系杀咗你啦？你而家比我仲危险。点解？我都唔会杀你嘅。只系绑住佢一只脚嘅，你唔觉得佢咁样会可爱啲嘅咩？走啦！对唔住啊！啊？冇啊！之前话你怕死，系咩？其实你一啲都唔怕，如果唔系，你都唔会翻嚟救我。其实我系怕噶。咁你又翻嚟？你而家有咩打算啊？我决定落山啦。落山？诶，你仲有冇糖果啊？哦，有。小倩，你同我一起落山啦。而家我都已经找到水源啦，可以带你落山睇下。你真的想带我落山？是啊，哎，你知唔知啊？外面好大噶，比起呢个黑山大好多，而且仲有好多好食嘅糖，仲有好多好好玩嘅嘢添。使唔使同我一起去啊？做咩啊？天就黑啦，点解我嚟啊？嚟啊！好，你做咩走得咁快啊？快啲！小事，好好啊！你快啲带个靓仔翻嚟啦！小事啊！快啲！落山啫嘛，做乜跑咁快？跟我嚟啦！你要去边啊？小倩，你点解要跑咁快啊？风大啲啫嘛，我咁多啦，我饿啦，快啲带个女仔翻嚟啦，翻嚟啦，做咩啊你？我想俾粒糖你啫嘛，一粒糖就想氹我走，你当我系咩人啊？唔系啊，你唔好误会。走啊！快啲走啊！我哋头先唔系讲好咗嘅咩？你快啲走啦！你咩啫你？你点解会同我天一样？我话变就变。我就系变啊！你走啊！我唔走。你走啊！我好饿啊！带个靓仔翻嚟。
真噶，大人冇咁出名噶啦，唔系李大人，大人，李大人，多谢你啊！黑山村已经有水啦，系真噶。诶，不过村长啊，开心还开心，都唔应该太浪费水。嘿，唔好浪费水，唔好浪费水。而且同我上山嗰几个人都唔见咗。嘿，佢哋抵死噶嘛？唔系，成大事一定要有牺牲嘅。唔好讲啲唔开心嘅嘢啊！天，铁牙，铁牙翻咗嚟啊！铁牙，你冇事啊？村长，佢同啲妖怪乜妖啫？睇下你自己污糟成咁啊！去冲翻个凉先啦，黑山村已经有水啦。去，唔系啊！妖怪，大人你讲得啱啊！饮水要思源，我哋真系唔可以浪费嘅。嗯，今日嘅庆祝。只可以到天光为止。嚟啦！唔好啊！讲，点解要放过佢啊？露露，我再帮你揾啲好食噶。你中意佢呀？嗯？我只系唔想伤害佢。陆陆，你讲过，我哋同人最大嘅分别就系要可以做自己喜欢做嘅事。我有讲过咩？我又真系有讲过啊！不过喺呢度，我所讲嘅每句说话，都只有你哋听嘅份，绝对唔可以攞嚟用。在这里，在这个难日子，在这个难日子就只有一个字，这个就是我。你们无端无势都不得投胎，你们就安心好好服侍我这个字。开心点，再入吧。恩人啊，我再敬你一杯啊！村长，我已经饮咗好多啦。啱啦，呢个系我侄女啊，坐低先。叫凌大人，敬我哋恩人饮杯。啊，凌大人，我敬你。冇，我真系饮唔到啦。我先饮为敬啊。啊，好酒量啊！啊！凌大人啊，呢样嘢好好食噶，我自己嚟，唔使等我嚟啊！你慢慢食啊，好好招呼大人。哎呀，好啊！喂喂，嚟玩啦喂！凌大人，你喺度望咩？冇咩。你食啲啊！你知唔知我而家最想食咩？糖果，咁好啊！我帮你去揾。唔使，我去，我自己去。喂，你去边啊？急啊，去厕所。去厕所揾糖果。小善，小善。小善，企喺度。你对我有啲误解啊！其实我系一个好人嚟噶。我都见到你喺兰若寺杀人啦。你睇错啦，我哋统统都唔系人。你乱杀无辜，你先唔系人。我个样可能生得令你误解。你听我讲啊，我系一个猎鸟师，我杀嘅统统都系妖。你呃人，我呃你做咩啫？你话你杀嘅都系妖，唔通小仙都系妖啊？佢系，佢绝对系，佢先唔系妖，佢绝对系，佢唔系，佢系，唔信你放我落嚟啊！我攞个照妖镜俾你睇啊！攞嚟，我点攞啊？我帮你攞，你识用咩？哦，你想呃我放你落嚟就真，我屁！
你唔敢面对现实就真。喂，你做咩？我叫你松绳，唔叫你斩绳啊！算罢啦，剑你都未揸实。嘿，骗子，你去边啊？你仲话唔系呃我放你落嚟？天地有道，乾坤借法，我借。唔得，再借。你自己睇下，兰若寺其实系一只千年树妖所变成，你唔死得走出嚟，已经算够运。唔使谂啊，落山条路喺嗰边。你去边啊？我先唔信你呢啲呃人嘅法术，我自己去揾小善。你咪傻噶，我都话佢哋系妖啦。你唔系中意咗佢系嘛？唔关你事。点解唔关我事啊？你玩唔起噶，你忘记咗佢啦。我做唔到。你唔再及早回头，你就玩完。兰若寺点去？妖，鬼迷心窍。好，你要死我唔俾你死啊！去兰若寺条路喺嗰边，去啊！祝你一路平安，英年早逝。小善。小善，凌彩臣，我是妖。我知道。要唔要？我带你离开黑山。嚟，我行唔到。我孭你。先在这里安顿，天一光就走。你放心，他们不会发现你是妖。
小善啊，呢度有啲乱啊，你委屈啲，听日揾间好啲嘅客栈。等阵啲火着咗就会暖噶啦。觉唔觉得好啲啊？我再去揾啲御寒嘅嘢嚟。咁样好啲咩？如果咁样，会唔会仲好啲啊？宁财神，你真系要带我走？你唔怕我系只妖吗？我怕穷，但系我又一直好穷。我又怕无聊，但我每日都咁无聊。或者呢啲就系我嘅命，越系惊嘅就越同我有缘。不过我真系有啲担心，你会好似其他女妖咁食人噶？我哋唔食人噶。但系嗰日你嘅朋友在蘭若寺不是把黑山村的村民都吃光嗎？他們不是要吃人，是要吸他們的怨氣。我知道那群人是無辜的，但是如果他們不起歪念，就不會發出那種味道，那老老就不會聞到，更加不會被我們捉到。我身上冇你哋所讲嘅味道啊嘛，宁采臣，你系个好人，我哋都系身不由己噶。当年老老被灵妖施封忍住，元气大伤，佢就用法力控制我哋，去吸取人嘅元气，帮佢打破封印。如果我哋唔敢做，只有挨打，甚至会被打死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呢度。以后你唔会再过啲咁嘅日子。小善，你点啊？你系咪伤得太重啦？我去揾大夫，我去揾药。是老老落嘅咒，冇用噶。我谂到啦，你吸我嘅元气啊，咁你就会好翻。吸啦。如果你仲想要，我谂我仲顶得住噶。嚟啊！你笑咩啊？我闻到啦。咩啊？你而家都有嗰种味道啦。咩味道啊？
你来唔来啊？天在地，颠倒乾坤，妖妖怪，原来系咁。破你个阵！啊！哇，头晕添！死老妖怪，你估可以揾到我使咩？你醒啦，我去揾啲嘢食翻嚟。早晨。啊？冇嘢啦。聂小倩，等我攞啲黑狗血嚟破你，我就唔信你唔认认。这句说话就真的伤透我的心。虽然你是不辞而别，但我就没你那么狠心。我今次你是送我的，这么多年来你都迷惑过不少的男人，现在你终于找到一个令你迷恋的，我真系羡慕，我系真系为你高兴噶。不过你唔记得咗一件事，你嘅狐狸真真仲喺南约寺，冇咗佢，你边度都唔使去。啊，诶，大侠，乜你仲未死啊？太好啦！废话，小姐喺边度？佢走咗。走咗？嗯。你一个人食咁多嘢？我饿啊嘛。呸！点解两对筷子啊？讲大话，你成晚同佢喺埋一齐。我你同佢做咗啲咩嚟？我哋。食胆包天啦你！咁大胆，有妖气，除咗小贱，仲有边个喺度？冇第二个啦。弊啊！我唔俾你收啊，小贱。树妖，快啲翻上你嘅黑山，唔好留喺度。唔到你管。唔到你间，走！唔到你管啊！凌彩臣，凌彩臣，凌乜嘢啊？吓！阿呸！淋狗血！有个屁用咩？你越挣扎就越痛，行。
妖！阿雪风雷，你想点？我谂紧。妖孽分手！成日都咁失败，就因为你好坏不分，成日同啲妖肉喺埋一齐，你无药可救。咁啊点啊？你咪想打噶？你够我打咩？我呸！我唔够你打。呸啊！嚟做乜嘢？我嚟打救你啊！你有咁好死？等我收只妖，再同你算。单手打赢你啦！呸！有种你就斩落嚟！夏冰，做嘢。系。咩嘢？妖怪！小善，我嚟救你啦！村长，我一早讲过，佢系妖怪嘅咧，一号路天下太平咯。神机有我啊！村长，你睇你只手啊？咩嘅？点解咁嘅？村长，阿兵，佢哋中咗妖毒。我块面点啊？我咧，大家静一静，村长，集合所有村民。我哋有办法。哎呀，惨啊！点解百年会生啲咁嘅嘢？村长啊，到底发生咩事啊？我哋会唔会变成妖怪啊？村长啊，你快啲谂下办法啦！开路，大家冷静啊！保持安静，我有嘢要同大家讲。呢啲嘢系同嗰啲血液有相通嘅。只要我哋越冲动，佢就越生长得越快，所以我哋要尽量咁保持冷静啊！哎呀，你
你点解冇生嘅你？咩冇啊？我生咗两棵椰菜花喺下低，都唔知几痛啊！大家唔好嘈，大家唔好嘈啊！呢啲唔系解药，清除唔到你哋身上面嘅扰动，但系可以暂时压住呢啲花草，唔俾佢哋生长得太快。你哋饮嘅水里面有毒，系山上一只千年树妖嘅精血。只要消灭树妖，你哋嘅毒先可以彻底清除。但系边个嚟对付呢个树妖啊？我阿哥下雪风雷，佢系最犀利嘅猎妖师。下雪风雷，我欠你嘅，我还。你还咗啲乜嘢？斩翻我只手，唔够嘅话，斩够两只。我知道你要上黑山，我做你前锋，就算睇你死，我都可以。你睇你似乜嘢？为一只妖，妖美黑烈。燕赤霞，你真系死性不改。我点样死性不改啊？我咪一直守住黑山咯。你守住系妖咋？燕赤霞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人，你是妖，我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喂，你不认得他？他为了你搞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认得他，我说你听，他就是你的情人。你说够未？不会的，你个死废柴，是对乱禁的。你敢呃我，我咬死你！行开！你放我出来啊！我咬到你体无完肤。你望咩望？等我咬死佢之后，下一个就系你。听到未啊？妖真系妖，其实你心里面早有数啦，无情无义，无心无肺，养熟噶，咪好似你咁咯，出卖同门，欺师灭祖，人神共愤，神憎鬼厌。燕赤霞，到最后你得到啲乜嘢啊？其实我本来想用你的血来制我把刀，然后再上山对付树妖，但现在我改变主意，好像你这样的废柴，连妖都嫌弃你，杀了你，整污了我把刀，你不是很喜欢他的？现在要你亲眼看着他灰飞烟灭。
同你一齐上山。唔使啦，我可以帮你啊。你帮我收尸啊？其实都冇尸可收，等我一把火烧咗兰若寺，同树妖同归于尽，咁就最好结局啦。入门嗰阵同你讲过，可以流血，可以流汗，就是不可以流泪。作为一个猎妖师，绝对不可以动情。如果不是，就好易犯错，就好似燕赤霞咁，最终只会害人害己。小善是不是在里面？哪个没小善，只有妖怪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小善走走，放开我，我警告你不要和我说话。我来找小善的，不要想你明知佢系妖，仲去救佢？我唔理佢系人定系妖，我一定要救佢。真系，点解？对唔住。小善，喂，放我落嚟先啦，小善。出来！你做咩？冇啊！你只要斩错任何一条红绳，小事都会马上灰飞烟灭嘅。放我落嚟先啦！唔得，你系嚟捉小善嘅，唔可以放你落嚟。你个死白痴！你唔会搞掂呢个五行法器嘅，你唔好再耽误时间。只要所有铜钱流失落去嘅话，小事就会马上消失。放我落嚟，唔好望啦，快啲啦！快点啊！小善，点解你哋自己人打自己人就咁犀利？你哋有咁大嘅本事，点解唔用嚟对付树妖？而家就嚟大难临头啦！如果唔消灭树妖，呢度所有嘅村民都过唔到听日。我可以放过一只无辜的妖，燕赤霞，你会不会去救这群无辜的人呢？我们天黑之前要赶到兰若寺，快点。你是不是真的要上黑山？嗯。你知道兰若寺会见到什么吗？一只千年树妖，两条好毒嘅蛇妖，数之不尽嘅妖怪。你唔好再吓我啦，我已经好惊噶啦。不过小善嘅真身仲喺嗰度，我一定要救佢出嚟。不用担心我。呀！只要拿回你的真身，等你离开树妖，从此不再受他控制，我死都甘心。呀！
初被封印的时候，最后一眼见的就是你。今天我自由了，第一眼见到的又是你。我差点以为时间没过，不过你老了。再老老不过你一千年树妖。你唔记得咗？我叫木姬啊！咁多年嚟，我都有个愿望，就系希望可以挖你个心，饮你个血。真系估唔到你对我咁好，居然自动送上门。我真系好想睇下你个死样啊！手简，我啲同治疗，你仲系咩？珍藏咗几廿年噶啦，好唔好饮啊？哥，不枉老老咁锡你，你连新欢旧爱都带晒嚟俾老老啊？吓？小时弟打发着去找小时真身。海天眼。
你要记住，小善在我体内，如果我要死，他都一样要死。你是小善，小善，嚟啊嚟啊，我带你走，嚟啦。糖果，我带你走。送你一程好吗？燕赤啊，
我就要你亲手杀死你最心爱的女人。老妖怪，小事，老妖怪，朕在前，朕在前，啊！神兵，燕霞，唐国，咁你杀咗我？要你记翻起我，如果俾你再拣多次，你仲会唔会用暗忘记你？快点走啊！娘娘只是树妖的幻术，树妖没了，这里一切都要消失。林彩臣，快啲带小仙离开兰若寺。再唔走就嚟唔切噶啦，小仙，走啊，走啊！
彩臣，我唔走，燕赤行系啱嘅，我哋冇办法喺埋一齐。唔会噶，我已经揾到你嘅真心。离开兰若寺之后，孤岛仲危险，将我嘅真心放低，等我同兰若寺一齐消失。可能之后我哋仲有机会见面，或者嗰阵我唔系一直要放低啦。咁我唔走，我留低，一齐同生同灭。你快啲走啦，兰若寺要消失啦。我放唔低，我放唔低，放唔低。你肯为我牺牲自己？我知道。再贪恋啦，都系镜花水月，一切皆幻象。小事。代表黑山村的村民，多谢你哋啊！多谢多谢多谢，好啦好啦，仲有啊，我哋嗰啲树皮仲会唔会翻发啊？嗱，系啊系啊，你睇啲树就知道啦。吓，系喎，我哋黑山村好耐冇见过咁绿嘅树啦，有时间再嚟黑山村啊！凌彩臣，